10月16日是赵丽颖的生日，冯绍峰在评论区送祝福为其庆生，结果没想到由于颖宝的超高人气，冯绍峰的评论内容马上就被粉丝的海量留言淹没了。对此冯绍峰只好无奈发文，卑微地请求广大粉丝们的援助，我的生日祝福评论瞬间被淹没，哪位好心人帮我捞一下。瞧这委屈的语气，看来冯绍峰也抵挡不住萤火虫们的热情了。不过也有不少粉丝们留言吐槽冯绍峰，别破坏我们队形，好不容易弄整齐的，换个头像才能让你加入我们。